咁但係又點樣唔同？我諗冬天衫咯，即比較我幾多時影，即好多時候影月湯都係冬天衫多啲。咁但係今次我諗同舊年又唔同，可能個 style 上面有啲唔同。咁今次亦都係主要係會配同埋首飾啦。咁啊，上次咧就主要係用 style 方面就比較着重啲啦。咁所以可能係有少少一樣，即係個造型上面有多啲變化。其實我拍完戲翻嚟之後，就一路係做緊廣東唱片嘅，咁啊希望係可以喺12月度出，咁但係應該而家都有少少慢，因為我仲喺度錄緊，我相信應該希望今年年底前出到啦。咁另外嚟緊，因為除咗錄音之外，仲有巡迴演唱會啦。咁上次做馬來西亞啦，啱，咁跟住嚟緊24號咧就會去佛山，咁所以一路都係同音樂有關啦。咁比較需要開始要做功課咧，就係因為10月咧就會開一套電影，咁呢套電影咧就同以前有啲唔好一樣，因為又係屬於動作喜劇，咁亦都有一個新嘅拍檔，呢個我亦都冇合作過，咁大家遲啲就會知道。如果一隻碟淨可以得三隻歌，咁點解我哋要出一隻10隻歌嘅大碟咧？咁呢個 point 係幾 ridiculous 嘅，覺得危險嘅時候。咁我覺得都走到第16個年頭啦。咁我覺得應該係喺自己嘅有氣有力有 passion 嘅時間去做一啲想做嘅嘢。咁所以今次呢個 show 咧就唱一啲希望完全未唱過嘅一啲新歌。咁呢樣嘢，除了可以滿足到一直支持自己的朋友之外，那也是滿足自己的演繹的未來的期望，所以演一套戲就會很專心去做